你好，我是安小谢。其实我小时候对舞会我出了我从爱所说。其实我小的从小就很喜欢唱歌跳舞。가볍게이렇게보여드리고했었는데기회가된다면꼭하고싶습니다所以可能在有机会的时候就透过一个舞台其实小小的就是展露了一下不过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呢我其实也蛮想尝试的你好我是安小谢今天谢谢今天来到这里谢谢일단저는대본을보고결정을하게됐고요이타임슬립소재를원래너무좋아했어서그냥결정을하게됐습니다首先呢我看了脚本之后呢觉得非常有趣所以我才决定的而且我很喜欢时光机这样子的一个主题所以我决定了这一点그리고나서이제상견이라는여가기자의경쟁을시작을했는데요然后想见你就是透过这一部戏认识了想见你然后我就是有去观看了这部戏이쯤에분이너무완벽하게캐릭터를만들어주셔서혹여나저희작품에조금제가복잡해지지않을까라는생각에일단보는걸멈췄습니다然后我在边看想见你的时候呢我发现就是许光汉饰演的李子维这个角色他真的是太完美的呈现了所以我看到一半之后我在想说会不会造成我在演技这个部分会让我有一些就是复杂的思考情绪的方面所以我就放弃收看了好吧我觉得我好丢脸等一下等一下要战胜要战胜不好意思我怎么觉得这么丢脸呢看到你的看到你的大家好，我是吴宗宪，是哪个？我是徐乃麟，我是台湾熊秀，我上单米红，我是蔡康永。Hello， 大家好，我是小 S， 我们是号角响起，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李佳贝祝贺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祝福三立新闻网生日快乐！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乐！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哇，好快哦！生日快乐！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